圣诞节前夕的圣诞大战。在这圣诞节前夕，遍地荒野中，许多美国共和党在准备他们的枪及他们的防备。圣诞老公公也同意，他再也忍无可忍了。我要将这场圣诞节的争夺一了百了。圣诞节到底是怎样的？跟某人关心。比尔·欧莱利悲哀地望着，他这么想着：这片荒野上有这么多事情，为的就是处理这悲哀的圣诞节礼祭。与他对望的约翰·史都华，他超开心：你们啊，真是太小家子气，应该啊跟犹太教学习。但圣诞队直接主动攻击。很不幸，全世界都站在史都华那里。最后战争结束了，该来瞧瞧到底发生了什么歹计。他这么对基督教、穆斯林及犹太教说。史都华跳上雪橇，对他的队员吹个口哨，他们一溜烟的就飞到星空不见了。但在他还没飞消失前，他说：圣诞节快乐，不是犹太教，也不是，是佳节愉快，并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